结合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福全健保为您提供全面的保障。很多民众在挑选保险计划的时候，无法确定适合自己的健保福利。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福全健保的首席曾长官，为您详细介绍四种不同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在福全健保，我们为会员设计了四种不同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那四个计划，第一个叫做长寿，第二个叫做超值，第三个叫做活力，第四个叫全家。那第一个计划我们提到长寿计划，就是 longevity， 是我们福全健保的旗舰计划，是非常很多的会员都非常喜欢的。那它是适合就是您如果是寻求一个全面多样的福利的联邦医疗保险的长辈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那基本上您是红蓝卡的朋友可以参加。那您的计划月费呢是零，而且呢自付的费用也非常的低。那设计的这个福利呢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比方说大家最喜欢的针灸，其实很多朋友参加我们福全是真的喜欢我们的针灸的服务。那一年可以高达2500块的针灸服务是非常非常的足够。另外长寿计划呢不管您是家庭医生或者是专科医生，都是零手续费。那另外呢在这方面呢，不管说是在医生或者是医院方面，都会有非常全面的为您做一个照顾。福全健保的全家计划呢是专门为就是有慢性病患的会员提供的。那在这个计划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叫做 SSBCI， 英文叫 SSBCI， 中文呢就是特殊补充福利。您如果有这个就是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的话呢，您就可以有这些补充的福利。那今年的福利呢，其实很多华人的朋友都大概都有在社区里面都有提到，我们真的就是很多人都在纷纷的参加，就是我们今年提供了每一个月有100块钱可以买菜的福利。我们呢还帮您加进去，就是我们的会员每年呢还可以获得高达最多可以高达42次是您喜欢中式或者是您喜欢其他的文化方面的这个营养餐食会送到您的家里面去。为了帮助有慢性病朋友的日常生活活动有些可能会有一些挑战，那我们全家计划的会员每年呢我们也加上就是您可以免费高达40个小时的居家护理。那这40个小时里面呢，您可以把它用来做帮您洗澡或者是洗衣穿衣服做饭等等。如果您对福全健保的计划或福利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打电话到我们的国语服务热线，或者您亲自来到我们的社区中心来做咨询，我们欢迎您。